作品，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很希望说把中国的元素带到欧洲，跟更多的欧洲的一个选手啊，或者是在裁判，就想要让他把更多的一个中国元素，然后传来传递出去，然后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的文化，然后中国的美。我现在在深圳生活第九年了，太太也是台湾人，我们是台湾夫妻一起来到深圳创业。我觉得来深圳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，这里环境非常的好，然后这里绿化也非常的好，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多元化，不管是餐饮、科技业还有服务业都是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。虽然创业其实它非常的辛苦，但我觉得只要你很愿意、很努力、很打拼，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地。来了就是深圳了。